大家好，我们是 Dual Zenfinity。你现在收看的是《我爱偶像》。只要是资深的日裔迷，相信你一定听过他们。没错，就是大无限乐团 Dual Zenfinity。已经出道18年的大无限乐团，曾经发行过许多代表性单曲。日系摇滚的独特魅力，更是让歌迷深陷在他们的音乐之中。从一度解散到宣告复活，原先为三人体制的大无限乐团，其中作曲家长尾大选择退居幕后，交由主唱半渡美子和吉他手大渡亮继续带给粉丝们最棒的音乐能量。今年他们不但推出了最新单曲，也终于等到机会来台举办首次的专场演唱会。我爱偶像也幸运地和这组经典乐团见面喽，现在就跟着小杰一起来和他们聊聊吧。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爱偶像》。今天要访问的这一组是重量级的经典乐团，他们去年呢有来台湾参加爱爱摇滚音乐节，而今年要举办歌唱了。欢迎大无限乐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Dual Zenfinity です。我是半渡美子，我是大渡亮。欢迎！而且在我们开录之前呢，他们已经送我哦最新单曲，而且是署名的哦，非常开心。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这一次来举办歌唱，而且我先恭喜一下，他们的演唱会的门票已经热销一空了，恭喜！我相信很多的歌迷跟乐迷们已经很期待这一天，期待很久了。那这一次演唱会有没有为我们台湾的乐迷们准备特别的表演呢？アンケート取ったよね。確か。ぜひやりたいからアンケート取って、あ、これ意外だったなとかっていう曲も入れたり、あと新曲もやったり、これ外せないでしょっていう曲もやったり、もういいかな。那演唱这么多精彩的歌曲，其实我相信歌迷们最期待的是，哎，在中文的部分有没有一些小惊喜要在现场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或是歌迷们分享呢？再见。再见，不行不行，大妹大妹，不能在一开始就跟说再见，不行不行。好吃。对 ，OK。那中文部分 OK， 那台语的部分呢？一応知ってるけど、知らない。どういうこと？大丈夫六场，我们今天有准备，可以教你们一下，在演唱会可以跟歌迷们一起讲的。当然，第一题，对，首先我们从六场开始好了。大家好，然后我是大渡亮 ，Yeah， 很标准哎。再一次，大家好，我是大渡亮 ，Yeah， 大家好。我是半渡美子呀，也是很标准呢。那除了自我介绍之外呢，我相信很多的互动用语是必须的，像这一句，打给我做挥球，打给做挥球，对，打给做挥球，打给做挥球，对，就是一起唱的意思。这一句很重要，那这个希望他们可以背起来。那另外一句呢，就是台湾的朋友我爱你，爱你，对。台湾的 wine， 朋友 我爱你，朋友 wine， 我爱你，我爱你，对。那其实2000年的时候有到野柳跟九份去拍摄单曲《斗鱼》，有没有想过这次演唱会结束再花一些时间回去九份跟野柳，然后看一下跟2000年的时候去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呢？对，因为我相信现在跟可能那时候去有些地方可能会不太一样，甚至可能店家啊或者是一些风景，对，跟你们当初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今回呢，17年前に泊まったホテルと同じ。所以感觉还是一样吗？装潢啊，还有整个感气氛。入り口のエントランスの坂が一緒で、すぐ思い出して。那既然很熟悉的话，台湾的美食其实也是享誉国际。有没有说，哎，哪些美食是你们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这一次一定还要再吃的？改めてだけど、
小籠包ってイメージって思ったね、しみじみしみじみね、なんてうまいんだろうって思う。我也觉得非常好吃。好吃。吃了几笼？Many。有没有想过就是带好几包，然后回日本就是继续吃呢？持って帰りたい。小籠包の出汁に使っていたい。那其实这一次呢，除了演唱会，重点是他们的暌违一年的新单曲。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次新单曲这首歌的故事吗？はい。私たちの久々のシングルで、澤野ひろゆき、サウンドプロデューサーを迎えての第一弾のシングルになります。すごい才能のあるね、面白い、才人とタッグが組めて。サンさんと一緒に取り組めて、もうすごい楽しいです。もう次の作品を作ってて、それはその第一弾で、私たちの持っているダークな側面だったり、こう新しい表現できた一枚になりました。而且我知道是这一次这一位作曲家其实帮很多的动画做配乐，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啊，面白いエピソード。サンはね、せっかちなのね。早口なのね。是因为听不清楚的关系吗？还是？聞き取れるんだけど。OK， 好，因为其实我看过 MV 的 ，MV 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一个风格。对对对，那平常有在看动漫或是漫画的习惯吗？アニメは私は子供がいるので見ることが増えました。所以会一起看。OK， 好，那我真的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小孩子的部分一定要把妈妈的 MV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好不好？让他加深印象。那其实从七月底开始呢，大无限他们也到了南美做巡回演唱会，有到了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等的南美国家。到这些地方演唱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们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回忆？日本がね、すごい寒くなりそうな暑くなりそうな時に、やっぱり向こうは。寒かったっていうね、不思議な体験だったよね。寒い、南半球っていうのかな。最初ダウンが必要かもしれないって言われたけど、本当にいるのかよこれと思いながら一応カバンに入れてったら、もう最後の方はそれないとダメなぐらい寒くて。那到了这么多地方去演唱，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未来有时间可以度假？会选择哪一个地方作为你想要再去的一个度假胜地呢？僕ね、ブラジルでちゃんとサンバやボサノバをちゃんと聞きたかったかな。私はアルゼンチンだよね。三カ国目。そこアルゼンチン食べた。二カ国目がアルゼンチン。二カ国目か。そう。アルゼンチンで食べたお肉が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ので、また食べたい。大无限乐团其实出道时间也超过18年，是全世界的一个指标乐团。那回顾一下这几年，不管是音乐创作或是演唱会，我们的精选集呢也销售破百万，公信榜也拿到冠军。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留下印象深刻的回忆跟感想？透过今天节目跟我们分享。僕はね、日本武道館っていうところが日本にありまして、とっても憧れの。場所だったので、そこで一番最初にライブができた時は本当にこのグループに属してい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した。那如果说有没有20周年，然后再重回武道馆去开演唱会，然后做一个大无限乐团一个很棒的一个纪念，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もうね、久しぶりにやりたいね。ね、3回で4公演やって。最初が2杯か4公演やってるんだけど、5公演目やりたいね。OK， 我相信这个机会呢一定会很快就来临，所以说乐迷们赶快期待一下。那其实出道时间这么久啊，两位成员应该
对彼此都非常的熟悉，而在音乐创作上面应该多少会有自己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问题时，通常都会听谁的？音楽に関しては賛否両論あるから面白かったり、意見が同じじゃないこともあるから面白かったりっていう。私はやっぱり音楽いっぱい詳しいからいろいろ教えてもらってる感じです。突拍子もないこと言っても全然。それはみたいなこともあるし、あーっていう時もあるし。そう、出道18年，对于很多团体或乐团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大无限乐团他们做到了。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或是线上的很多偶像团体还有乐团，就是如何一起经营这个团体，然后走向未来第一个十八年或第二个十八年呢？そうね。諦める。どうして？哪一方面？哪一方面？諦めていいこともあると思う。どこ諦めるの？マイペースは変わらないし、変わらないから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はいいところでもあるし。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出道十八年，其实他们也分享了如何让团体永续经营的一些方式。但今天节目上呢，还是要做一些比较低调的私密问题啊。OK， 现在有两个二选一，他们分别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半嗓跟亮嗓。OK， 大无限乐团当中谁的食量最惊人？一起逆上，然后亮嗓。当然でしょ。もうずっと食べてますから。哦，食べないと死んじゃう。真的真的很抱歉，今天的访问我们应该要准备很多小笼包的，下次会注意。あのね、さっきも小籠包食べてきたんだけど、その小籠包とはもう二度と出会えない。今日は今日の、明日は明日の小籠包。为什么没有想说要挑，就是尝试一下其他的台湾小吃吗？むしろ食べてほしいというか、日本人の僕たちに紹介してくれるような食べ物あります。鸡排的部分，他有尝试过了吗？我觉得亮嗓应该会很喜欢呢。じゃあもう今日食べたいね。あとルーローハンね、ルーローハン大好き。大无限乐团当中谁的酒量比较好？一起逆上。どっちだな。俺もこんな感じだな。看来是不分轩轾哦。まあ飲むからな。まあ二人ともお酒大好きで、お酒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図ってるところはあるかもしれない。OK， 那好，那我延伸问一个问题好了。喝醉之后的喝醉的次数，两位谁比较多？まあ日によるけど、あんちゃんは酔っ払うけど。这都开始推了，有没有？りょうくんはどんだけ飲んでも記憶があるんですよ。忘れていない。昨日あれ話した、あれ言ったみたいな、覚えてるよ。ちゃんと本当かなって、ちゃんと覚えてる。でも仕事の時は言ったでしょって言っても「あそうだっけ？」みたいなさ。亮嗓就算宿醉开始去录音工作什么，或是可能做很多的一些工作的项目时，他都不会影响哦。二日酔いはするけど、ご飯食べたらすぐ治る。カレーも食べれるし、ルーローハンも朝から2杯食べる。两碗卤肉饭，我用。这次真的透过这次的播出啊，我诚心的跟所有的卤肉饭的店家们，还有小笼包的店家们找亮嗓代言，好不好？他是非常称职的代言人 ，OK？ 哈哈哈哈哈哈 ！OK， 好，下一题。如果碰到临时状况的时候，两位哪一位呢？是在那个当下比较处变不惊的？亮嗓。なんとかなるみたいな楽観的な考え方なんで。那我很欣赏亮嗓的人生的一个价值观呢，而且还有他的体力跟他解宿醉的方式。食ってないな、自分で。人は。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可以访问到经典乐团大无限乐团。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呢？はい。今回ワンマンライブをし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また台湾のみんなに。会えて嬉しいです。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台湾の皆様、りょうでございます。今日は食べ物の話しかしてませんが、ね、ライブの時はね、がっつりロックンロールギターをぶちかましてやるぜ。待ってろ。